OK， 来看一下哈，这个是沙拉，杏鲍菇，沙拉类的，炉烤季节时蔬，看起来很棒。绿萝卜糕，对 ，OK， 来，来南瓜哈，没蛋糕打两个哈，好，南瓜的香味融进整个料理当中，是啊，咬下去爆汁的各位，更加好甜。各位，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玉米。我的天哪！好吃、啊，菜的香味，还有点蔬菜香。我们今天到了这个松山哈，看一下，现在在那个松山车站跟那个捷运站这边，这里有一间蔬食的吃到饱，哦，然后呢是在这一栋，各位看一下，上面是佛光山哈，下面是慈济，好，这一栋的地下室，慈济里面有餐厅，就在这里，哦，左边就是慈济，哦，从这边下去，啊，就在公车站牌前面。来，有没有看到？看一下啊、哦，他们家长这样子，门口是长这样子哈、哦，里面是一个文艺空间。这边是近视，前面有一些不一样的店，好，就在这里。午餐自助吧，下午茶蔬果盘。好，午餐会有热食，下午茶是沙拉类汤品。好，来看一下哈，他们家的buffet长这样。这样哈。好，我看、okay， 看一下哈、哦，这个是沙拉，番茄、杏鲍菇、水果、毛豆，这是什么？沙拉类的。炉烤季节时蔬，看起来很棒。绿萝卜糕、泡菜豆腐锅，哪里？好，那边加什么？干锅花椰菜。对 ，OK， 来 ，OK， 好 ，OK， 丁酱野菇意大利面，棒哦。OK， 来南瓜哈，对呀，被拿了一个草莓蛋糕，味噌，这个是木耳哈，木耳，哎、欸。肉什么花茶、药茶、咖啡，哎，不错，这种咖喱。这中东的食物吗？要配一个。对啊，一个就好了，第二个啊，打两个啊 ，OK， 嗯。青酱，
意大利面跟这个拌饭，有各式的炉烤时蔬，烤的看起来是非常不错。锅，那个花椰菜，鹰嘴豆泥，哦，沙拉的，然后啦，哦，虾米沙拉，然后那个青菜，所以这个是小米，来，吃啊，就脆脆的，然后一咬就断开了。这个芥末籽高丽菜，蛮好吃的，有点像奶油炖菜，然后跟北菜肉一样入味。南瓜，上面好多菜，不知道什么菜。蛮好吃的，调味也不错，烤南瓜的香味融进整个料理当中，所以说有一股炭香味，像泡菜豆腐。那如果你不喜欢素肉啊，就不要吃哦。但不得不说，这个豆腐好好吃。你有看到味噌汤这样吗？鹰嘴豆泥配这个饼，啊，那个这种的啦啊，你看淀粉加蛋白质，调味的不错。有劲爆，米是什么米啊？有没有奇特？糙米，它糙米，菇类的香味，不，鲜香，萝卜糕哈，是，不是港式的，味道是纯净的，存在感不高，香酥，干净的油的味道，节瓜哈，是的，咬下去爆汁的各位，甜椒。根椒好甜，玉米笋，吃看。对，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玉米笋。我的天哪！它的这个酱啊，这拌起来啊，跟烤的这个香味 啊，好棒！来，好吃。这个。香味没那么浓，菜的香味，还有点素菜香。等你要买面包95元，你看这个料多棒！当然我知道很多人不习惯吃这种德国杂粮面包，但是我很爱。它这个做的不会硬，它无糖的、哦，每一口都有那个杂粮跟果干的香味啊。不贵。奇怪，来草莓蛋糕，不是我要吐槽，你看这个草莓，还可以的说，但是还是要配一下茶，但是它有在往好的方向做，来看一下哈，啊，他们家的青菜哈，很不错，你看还有藜麦哦，好，还有这个哦，然后呢？你看青菜都很干净，谢谢。这个杏鲍菇里面的那个番茄好吃，这个超级好吃。然后呢，这里的豆腐很好吃，芥末籽高丽菜非常好吃。啊，这个拌饭的饭糙米饭很好吃，意大利面也不错。鹰嘴豆沙拉本体做得很好，这个南瓜烤得非常棒，然后很绵，非常好吃。这个不是用面粉去做的。那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哈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